今年的最后一堂课结束了，希望同学们过一个愉快的假期，拜拜。哇哦！啊，我抽中了四张电影票，一起去看不？嘿嘿，当然了，走起。这只笨狗竟然能和阿仁一起看电影。还有两张，该叫谁呢？哎呀，不知道什么风，竟然把我给吹来了。是蝴蝶同学吗？好巧啊，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呀，既然阿仁同学这么真诚的邀请，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答应了。你是早有预谋吧？最后一周就叫布丁同学吧。布丁同学，可恶，为什么取不下来？布丁同学，我有张电影票，你看。你要是没空就算了。只要你不再厌恶人群，心中充满爱，就能轻松取下来。等等，票留下。哦，你答应了。我可没说我一定会去。耶！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没问题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今天可以兑换的电影只有恐怖片哦。恐怖片可是清净利器。哎呀，恐怖片人家会害怕的呢。人家也会害怕呢。二狗，你下去。蝴蝶同学，你受伤了吗？你放心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我还能坚持。那这电影，阿仁同学，不是要看电影吗？磨蹭什么？你能来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布丁同学，你要是害怕，可以握住我的手。为了拿下电圈，又有爱。这明明超嫌弃我的嘛！喝口饮料压压惊。对不起嘛，我把你当饮料了。糟糕！小老鼠，你今天别想跑掉。别怕，有我在。看我的二狗真传。我就知道，还是得靠我。布丁同学去哪里了？这是布丁同学加我好友了。哎，同学刚睡醒的样子真是太迷人了。再来个人类，跟我一起关注爱奇艺动漫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吧。想独家官方爆料，更有日常福利雕落哦。大的小的爱。
是神队友，聚光灯下星光大道，你们陪我走，这都唯一的最可爱的，友情 love 友情。